虽然看起来不多，但是全球有数十亿人，每个人产出一个垃圾的话，对生态、对地球的物种，绝对是影响很大的。尤其你看鲸鱼，我们有时候在海滩或是怎样看到一些垃圾，鲸鱼有时候不小心搁浅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肚子里面都很多垃圾，这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危害，也是。